嘿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丁葵发，我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经济发电，崩坏世界的尽头，跳，他帮我插好火把，不对，那我现在记录点，是吗？还是我死一样在海盗船那边？往水洞要塞。你这样害我一箭射歪。哦！你再射我就俩弓哦。葵花爆一下，好痛。哦，没死。水洞要塞是吧？前面就两拖身怪状在等我。一个女巫的，一个凋零骷髅的。想死早讲。他没有箱子。有燃烧欸。也是克星耐久，这颗星不要。哦，金苹果附魔的，跟斧头换。幸好这个水不是大地复苏的水，大地复苏的水不能信啊！有炼神哦，上面注意，注意，十件苹果，注意。凋零骷髅，注意！没有啊，越上面应该越强吧？凋零骷髅，注意！鬼怕，注意！凋零骷髅，你看，说对了哈。凋零怪注，没有。凋零骷髅，哎呦！哎呦，那么厉害！圣脉酷酷，直接换上，反正是无法破坏的嘛，无法破坏，哎，事情好办呐、啊！哦，那么快，我刚看到前面什么玩意儿，好像要拿着剑哦！哎！我知道怎么破了，我知道，首先要非常非常多的木头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啦！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啦！你置人于死地耶！我天哪，这夸张到要命，这夸张到要命耶！哎、欸，那些怪物怎么打？弓箭射他们一定有精，他们一定有尖刺，信不信？所以，我打算用大地复苏老梗破解法。啊，准备吃我的木头吧。首先火把问题，不管。食物问题，不管。首先要回去那里，然后之后开始用使用木头战术。比较好，先看看这里是什么。哇、wow、就留你了，他会掉头哎、欸。
等一下要不要来找凋零怪来玩玩？圣脉鞋哦，他可以收集，他要收集完啊。不要留好啊。回血弹。那裤子、鞋子都有了吧？那裤子、鞋子都不用。乱拿药水。煤炭没有，抱歉，我就忍不住钻一下没。好，可以走了。我还没有地狱幽灵呢。可以一直往上爬了吗？那二十攻击打不死他们呢？他们是跟那海盗船长。比那海盗船长还要强哎，然后差不多在这里停。哎，靠背。呵，万箭齐发。什么时候有分级我都不知道。那边还有箱子，过去吧。哇！哇！不要打我，拜托你，不要打我。不要打我，好暗，好可怕。哇！不要过来啦！哎呦，好可怕！赶紧挖掉。冲啊！哼，雕虫小技，卡骷髅打法，赶快换上。然后还有下面，欸，下面我好像……哦，这就上来嘛！我刚才怎么没发现有这个梯子啊？要太急了吗？啊，只剩下金链胸甲啊，不，圣脉胸甲。所以这边应该就有全部喽。我看到了。撤退。任务已完成，走了。碍事。
出来，因为我想要从这边叠上去。啊，用错！这边快回。这边还有一座。在哪里呀？嗯，不见了。来了。这样总行的。哦，不够。地狱幽灵应该还在，只是我需要睁大眼睛注意看。没东西。上面嘞，very good。哎，有箱子，有箱子，有箱子。现在就是莫慌莫急莫害怕，谦虚谦虚再谦虚，好没有？讲错。开到吗？开不到，开不到，开不到。再下去一层，再下去一层。哎呦，开到 ！Yes！ 啊！哇！哎，那行。那拿金剑的不一样哎，这边拿铁剑，拿金剑的 ，boss 哦，不可能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哇，击退抗性，果真 boss， 应该会掉好装备，这游戏把他引到，速度的话我赢不过他，干什么？哎呦。冲过去也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他不见了。流沙弹药库，迷血，迷血，炼狱峡谷，好吧，这边什么？返回幻古镇，设置重生迭代十字路口，回去干嘛？继续玩呐、啊！流沙弹药库，这决定是你了。这里曾经是放置炸弹的地方，因为爆炸受到苦力发入侵，战士都死了。OK， 大量战士都死光了，幸存者逃到珍贵隐居，并建在那里大型墓碑。哦，那么打火机，那么打火机，等一下，我想要打火机，我想要打火机。这里好可怕哦！直接冲吗？哦，
会丢药水。死！管你是哪家公司的工人，等一下。啊，前面是红的，等一下。空的。前面红的就有鬼啊！还有一颗神怪钻，换错武器。等一下我调整一下。我还以为天梯引爆，哎，吓到！好可怜啊，只用走的。附近也没什么箱子啊，走吧。有了，终于给我个矿车了。嘿，哎呦！不要炸他，好吧。梦魇模式嘛，不能怪我。这是作者自己创出来的梦魇模式。哎，大地复苏作者煤炭给很凶，哎，这一个煤炭都没有。算他有给好装备啊，凋零病毒，拿一下。等到遇见 boss 再丢。又来了。哎，他会掉煤炭，对吼。算，后面应该还有。在哪里？古战场。嗯？哪里前往古战场？那个标示公告牌往上吧。哦，两只，不要打我。有时候不会死啊，毕竟就是钓竿嘛。什么箱子啊？这建筑看起来真不一样哦！挑战宗教哦，教主是不是啊？来，教主哦，哦，教主，哦，教主，哦，教主吼塞雷啊！哎呦，先拿这个。哎呦，教主！哎呦，教主！教主啊！为什么他叫教宗？教主就教主，教宗教魂哦。
教主。啊，反正都无法破坏的，打啦，怕什么？好烦！哎，跑屁跑，给我过来！教宗，死吧，教宗！教宗猴塞雷啊，猴年猴塞雷啊！喂，回来哟！干什么？我被他打，应该也是秒杀的啦，所以就我不冒险了。嘘，教宗过来一点。教宗，过来一点。教宗不听话。等我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啊，不叫钟。哇！等下去外面收集一下好。反正还有一个嘛。哼，教皇之剑17，没有比这把钓竿强。好，教宗死了，他还钓什么？他什么都没钓，就是不知道钓了这把剑。Hello， 嗯，啊，这种挑战完了，走吧。啊，不，苹果，鞋子。可可豆种子皮革，空的啊，不就好厉害。哎呦！应该有一个是上面有东西吧？这里就只是来打教宗的而已，没有吧？这个城堡我还没去过哎。哇！好神秘呢！哇！桃园三结义，
是你。我杀了桃园三结义。破武器，哇，好壮观哦！等我一下，我靠北！成什么策划者？好硬！他身上有书哎，我要把它剪了。算了，有 bug 再看。防弹保护欸，我现在应该不止一只哦。哦，谢谢。好多铁门哦。落之魂，僵尸猪人，耍我！怎么没有？说真的，那个谋士的书要拿吗？我是不是卡关了？那个谋士书。好像太快挖掉了、欸，书应该会写什么吧？那么就试住看看吧。那、啊、真会那么把轻易把重要道具拿走吗？就没意义了。这看过了吗？打完了？打完了？打完了？好多。靠右啊！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所以流沙打就这样打完了。
打完了。哎呦，把剑呢？哈哈，我玩过索尼亚斯，你不要骗我，就知道。我玩过索尼亚斯啊。可是这会坏、欸。玩过索尼亚斯啊，索尼亚斯就把索尼亚斯之剑藏在下面啊。哎呦，这把好大洞、哦！呀、啊，直接打了，打 boss 的时候再用。金苹果火把，酒肉哎、欸，中介箱哎、欸，神奇，酒肉有没有门啊？我靠，对面有门。不要妨碍我，拿西瓜。门在哪里啊？门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。就这样，那么，哎，就这样，那么大一栋，那么小一条，哦。I see， 那我就把耐久附在这把剑身上啊，这样就可以用这把剑。这是往上走的节奏吗？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垫、现场挖吧，背包有点大哎、欸。啊，我的斧头嘞！哎呦，哦，斧头嘞！我从那里跑起啊！恶魔杀手，附上耐久，然后换一下，然后，然后没了。不想看，麻烦。煤炭。啊，在生什么？还在生什么？看不懂啊、哦！谢谢。打 boss 的时候力量就磕下去吧。可是好像已经没有 boss。谢谢。谢谢。我今天说了好多谢谢哦。哇吼！
或玫瑰花。快没火把了，哦，这是我来的地方，绕回来了。那么教主也打完了，那就代表可以回去喽，是这样吗？什么钻石啊？有铁镐啊！我给你搞！我拿着我的6N恶魔杀手，6N，哇，6N恶魔杀手就变强了。好了，回去了吧。那今天实况在这边结束吗？好了，我想结束再结束啊。把装备无法破坏的，随你射。走这边回去吗？那就拜拜喽。等下速度太快了，控制不了。哎呦！我现在還注意到那边有箱子。金砖呢？哎呦，有那么多砂岩不给我垫！霹雳之剑，拿一下，收藏嘛。石油壳。要不要复燃烧、啊？不要好、啊。那走喽。哇，这地图其实很好玩啊！幸好有观众提醒我玩。欸，我的玻璃呢？哦，在这里啊，三个嘛。啊！霹雳剑、教皇、战彩战、战舰如此，保护和燃烧、骷髅之手、金砖、弱之魂、钻石。有喽。我等一下可能会突然按结束影片哦，因为，因为我哥可能会随意闯进来。看我是药水两颗中介珍珠，你现在才给我，所以就这样喽。哇，吓到！天哪！现在是这个嘛？不要让金，好吧。哦，我没有火把。哦 ，no， 我没有火把。我要摸黑了吗？最后24根火把，走吧。尽量少插一点啊！啊！烂补给，看一下。
哦，这里有一种能量可以让武器变成超强，就像这个啊，生物追踪范围，所以它可以追踪到如此远的距离。看，这只就如此病态的冲过来了。好，选一条路走吧。那最后应该是要打什么大雪王、冰霸王？两颗苹果那么大的箱子装。冰之秩序，好吧，幸好我拿了。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梦魇模式的错。谁叫作者要创造梦魇模式？新怪，咔嚓，啪嚓。哦，他跟那个大地复苏的那个一样，他刚才那个钻石脚的，他死掉会喷药水。我刚只想看箱子，看到没有？没有。助你一臂之力，懂？哎呦，移动环速。游远一点，小鸡骑士哎，好可爱，打你！哇，我拿起神器根本跟暴君没两样。御寒帽，哦，哦，作者怕我冷吗？冰之秩序，这过关道具吧。哎呦，还不是掉煤炭吗？掉啊！我掉。中间有个可怕的神怪砖，赶快下去，来一发！哇！哇，原来是你！哎呦，哇，都挖掉了！里面给他打，哎，没有，他没有要我打 boss。你忍着。锋利二十，锋利至极。他没有写攻击伤害，那攻击是零的意思哦。哦，我减五十生命哎，那我拿起来不就？不要拿好了。那这个应该也打完喽。耶比！哇，打好快哟、哦！那我不知道到后面能不能那么顺利啊？是，我还是要解决火把问题。没有 boss 要打吗？哎呦，拿走了六恶魔杀手。我根本是历代暴君。超级历代暴君，啊，谢谢，不谢谢。噔噔噔，哎呦！这里有个瞬间夜视，瞬间爆炸。好了，哇，玩完两关嘞，因为这是补之前未完成的嘛。如果我之前继续玩的话，应该破完了吧？那么
我还是把剑丢进去吧。然后这块玻璃也进去，御寒帽也进去，冰冻秘密、冰之秩序、雨落魂、石球丢掉。好，最后一关啦！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应该不是最后一关啊。那应该会很病态啊！你必须通过这里，并抵达前方的天使与地狱的桥梁。那，哦，哦，哎呦，滚下去！我选择了不归路，我知道。我常常选择不归路，好吗？怎么样？准备好、哦？准备好、哦？躲起来！干什么？不吉祥，这边有个，抗火性 X。好，我说完了。我不太会英文啊，我英文程度蛮烂，所以我才在等地图和汉化。两颗钻石，一颗金苹果。没事先喝吧。那么 boss 应该是煤炭船。煤炭船。哎呦，那么厉害。下去了吗？哎呦，没有、欸。他说什么温泉守卫？温泉守卫？还有苦力啪啪？我并没有很想做钻石装啊，我认为这些装备应该比钻石装好，但是我怕以后会要嘛。所以就先略过这些钻石。破烂玩意儿，我还以为什么箱子藏下面，没什么啦，走啊，回桥上去。我只下来拿一些宝箱而已，一个宝箱就把我吸引下来，我实在是太好吸引了。暗，只是不想插火把，要节省，要节约能源，不能乱插火把。把巴有胶，哦，就，爸爸你教什么？爸爸你都骗人，爸爸都骗人的。哎呦，赶快挖掉、哦，不然太可怕了。掉包屁哟、哦！哎、欸，那边有玻璃，哎呦喂呀！我摔了，食物有点不够哎、欸。那么先朝那边前进吧，先喝一关。扑通！
有点挡视线，但是算了。下面好像有东西，反正还有一罐嘛。扑通，有龙 SM， 我感受到他的呼吸声。在哪里啊？我刚看到了玻璃嘞，那也不可以啊。哪里？凋零。哇，前面有钻石甲了。看错，那是一只僵尸。哇，有烈焰神欸。地图作者有点发飙咯。啊！对啊，那不是普通烈焰神，赶快躲进去。那是有名有姓的，干净挖掉。酒喽！哎呦，我抗火性啊，怎么样？妖王，不打。前面嘛，好，上面有桥，那我就坐桥好了。哦，可以用。不要妨碍我，不要挡我。Yes。好了，应该可以走桥了。这里有个娘娘腔炮塔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有抗火性的钻石甲，哇，东西真有点多哎。东西真的有点多哎，神秘祭坛哦，穷啊！村民神怪砖哎，穷啊！啊！啊！哇，又三个路口，先把追兵清一清。什么？强化室 ，open。什么？合成出什么暴风剑？等一下，太快了，看不到啊。30等换减伤，
换永久的宝盒，换成光明模式。哦，是要练等喽。哦，这里可以那个换剑，用地狱之心先做出这把剑，然后再用，所以要八九十，要十个。那我先看看有没有那个中介箱吧。恶魔领域，禁忌法典，天堂所以那从天从从天堂开始啊。Open， 天堂生物非常强大哦。好了，请猜啊。狂战宝盒，这该不会都要我自己垫吧？我哪来那么多石头？啊，这边蛮亮的。啊，那边有几个怪物，好可怕哦！他头不一样哎！哇！点不起来。啊、把金苹果当食物吃啊，没差了。所以我想要先确认中介箱啊，是不是我有叉叉哎？那哪里有中介箱？才不要回去拿嘞，烦死了！靠背，我很勇敢哦，我做事完全不拖拖拉拉。哇，一分多钟哎！一分多钟，我要干什么呢？哎呦！再见各位。哼，再见各位。啊，中介箱嘞！你好歹给我个中介箱吧。算了，死一次就算。建议携带物品：钻石装备、弓箭、附魔金苹果。好啊，你建议我携带就给我、啊。抗火星药水，好啊，给我、啊。不用要我带水桶哦。不用要我带水桶哦。哦。走就走嘛。怕拉不成。走就走嘛，怕他不成。什么都看不到啊？哇！要暴力哦！一分多钟吗？我想直接打 boss 离开这里哦、喔、，boss 在哪里啊？
是好像不想，我不想理这些怪物。还有挡视线，如果我还死掉的话，我就去捞水桶。死掉我就捞水桶。火把嘞，没了。六分钟，这什么东西呀？金剑有火焰，有抗火性药水，有燃烧和坚持，有火焰胸甲，可以抵抗怪物进行的攻击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钻石镐哎，谢谢。奶酒，我对这个比较兴趣啊。拿不起来。好像传太远。巨神镰刀。哦，我看到了 ，boss。妈。嗯，那就 boss 吧。这怪物都不一样，这作者好有心哦。每一只怪物都不一样。谁啦？哎呀，我丢错了。哎，哎。管他的，我要再去打 boss。虽然我可能也会被秒掉啊，被秒掉就算了，反正我都试探一下。走啊，怕什么？哦，正好，谢谢，十个刚刚好嘛。
生屁哦，生屁哦，金苹果强力 V 哦，需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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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力就不用。哇！等一下，魔像，巨像是你！哎呦，魔库。星魔刃50啊，比这个还强。那么我换一下，然后要打 boss 的时候我就那个，哎，要打 boss 了，欸，你要去哪里？说好不能跑哦。被岩浆留下来啦。有抗火性怕，可是他如果掉，把他录完吧。哎呦，我要自己垫。啊！东方娜，